唱起这首歌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了你。还记得这首歌，你很喜欢听，但是又是最舍不得我唱。每次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总是说：“你别唱了好吗？你再唱我真的生气了。”其实我知道，你这都是为我好，怕我又像上次一样，为了唱这首歌给你听，把自己嗓子都唱破了，进了医院打了3天的点滴，直到现在还有后遗症。而如今，你已经离开了我，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你不是答应过我了吗？你不会离开我的。可是现在你自己却一个人突然的离开了，你留下我一个人，叫我怎么办？没有了你，你叫我怎么过？